你知道吗？有种防弹内裤会让你更加安全，你的关键零部件都会被保护起来。今天就来测试一下防弹内裤到底管不管用。穿戴很简单，像尿不湿一样套在外面就可以。首先用小口径的.22口径子弹试一下，像这种小口径子弹根本给防弹内裤造不成伤害，如果你挨一枪最多会感觉到屁股疼。接下来用 5.7 毫米口径的子弹再试一下，即使升级了口径仍然造不成伤害，防弹内裤挡下了子弹，唯独有一点，你的屁股可能会受点小伤，不过没关系，人的臀大肌非常发达。接下来用9毫米的子弹测试，9毫米的威力就大出很多，防弹内裤打出了一个洞，但是屁股并没有造成伤害，可能是威力太小。接下来换成被禁用的空心弹，这种子弹的威力很大，看下防弹内裤的情况，空心弹还是被阻止了，但威力确实比刚才要大，真打在了屁股上还是会有点疼。接下来用口径更大的.45子弹，.45子弹打出一个很大的洞，但还是没打穿防弹内裤，看来这款防弹内裤还真不是噱头。下面测试继续升级，用10毫米的手枪试试效果，10毫米的子弹威力大很多，虽然防弹内裤挡住了子弹，但这个冲击力足以把你尾骨或者是兄弟干掉。那如果手枪之王沙漠之鹰打在防弹内裤上会是什么效果呢？感觉再厉害的防弹内裤都扛不住沙漠之鹰，子弹的冲击力将防弹内裤直接怼进了身体里，很难想象这得有多疼。接下来的测试越来越离谱，先用上了大口径的马格南左轮，然后用到了双管霰弹枪，最后居然用到了丧心病狂的猎枪，这三种枪全部毫无意外的打穿了防弹内裤。这款防弹内裤防小口径的手枪子弹还行，真正遇到大口径的武器还是有点拉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真的有人拿着大口径武器朝你下面打，你穿什么都不管用啊。